里有点算是全台湾独一无二，可以在我们铁轨上面拍照的一个场所。DRC1001，这台车呢是已经算是仅有的车，有成之15块是怎么回事？一次就成功。瞧你骄傲的脸，感觉非常融入在这个旅行当中了。对啊，离开都市的感觉。我们今天来参加一个台湾的一日游行程，是台铁的哦，好酷哦！对，我们专门整天都是坐铁路，从一早我们就要开始解谜哦。我们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，对，很早哦。然后我们会玩到下午的大概4-5点左右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午餐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到一个定点汇合，接下来就会有专员全部帮你处理好，给人家带啊。对，非常方便哎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，究竟这个行程里面到底好不好玩，适不适合大家一起来玩？没错。走吧，那我们是约在新竹高铁站的 MOS 前面集合。那这团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伙伴啊。你看，他们跟国外一样，还会附这个导览机。这样子，如果我们距离太远的话，也是都是听得到的。没错，就有点回到国外的样子。然后你看它这个网站上面呢、啊，它其实还有在写说有其他的旅行，竹北走走啊，它就有什么特色行程。那我们今天呢是来横山走走，然后这里呢有一些时间，大家也可以去报名。按进去呢，还会跟你说一些更细项的内容。我们再把链接放在资讯栏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再点进去看一下。对。我们现在上来的区间车了，我们等一下好好在上面呢、啊，要先跟大家做解谜，要先解第一题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拿到什么东西，很酷的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的导览器，接下来还有今天需要用到的车票，这车票超级重要，不然等一下就没办法上下车。我们今天全部都靠这张哎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的铁路解谜这一本的后面呢，就我们今天的角色，我就是北岳，所以我们是要一个边玩边动脑的概念。对，然后你是东海。那我们打开来之后啊，其实就有第一题了。现在车上的大家都开始在解第一题，就是看我们要在哪一站下车。哎，但是我们其实也不会完全告诉大家，因为不然大家如果来的话，就已经被我们你说爆雷吗？对，就爆雷了。先给大家提示一下，他们说第一题我们要拿后面这个角色卡，然后在这上面转来转去，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第一站要在哪一下了。你不要假装你现在知道答案，因为你现在也不知道、啊。我现在真的也不知道答案。讲的好像你已经知道答案，然后给大家提示哎。看起来很像解开答案了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但是不可以跟你们说。我一上这火车之后，我就开始想起我高中生活，因为我高中在园林读书，然后我们有时候回家回彰化都会坐到这种火车，这种火车好像就叫复兴号。对他印象很深刻，是因为当时从园林坐到彰化，你是要坐区间车嘛，要不然你就要坐自强号，就比较贵。但是你坐这台车呢，它的票价跟区间车一样，那它中间就不用停。我现在要解第三题，我们要看月台有谁在等车。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动物，就给它圈起来连在一起就好了。这样很好哎、欸，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看着风景。对，以前都很喜欢坐在这种角落的位置，因为它这边都很冰。然后刚刚有那个冷知识解说员，他就说，因为这台车是使用柴油，所以他必须要放一些很多那种降低温度的设备在这个里面，所以这里面都特别冰，难怪我以前都觉得这里很凉。就是它上面啊和下面会有一些管路要流通。这个拱门造型的，对，它在藏管路。DRC1001，这台车呢是已经算是仅有的车，因为刚才他说这台车非常的重要，我们都会闻到一些气体味道是从上面散发出来的，我觉得超酷的。听小超哦。来到这里，他们说等一下一整个行程都会有非常多的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跟大家讲。好有笑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竹东站，在这个竹东站呢，我们会停留1个小时的时间。那我们刚才有先去看到一个叫做林业展示馆，那目前现在正在维修，听说呢已经快要好了哦，大家到时候来应该看得到。我们要在这里解开两个题目。那我们等一下呢要先去喝一个在地的饮料，你最喜欢的青草茶。哎，怎么破梗了？他刚说的，他说那么大声。这个人最爱喝青草茶了。我最爱喝青草茶了。好，你要喝一下，感觉一下。
哎呦，蛮清凉的，因为我刚刚真的是有点口渴，一路来的路上。它这有分苦和不苦的，刚才老板有这样子问，这不苦的。然后我们大家都选择是不苦的，而且它这喝完的时候，嘴巴有那种青草香，凉凉的。他说他总共有加了18种名贵的青草，真的，你不要偷看小抄，他那里就写了。我们的领队姐姐啊，她说帕帕亚是竹东最强的果汁店。他们刚才有说啊，其实他们之前还有其他的旅行线，然后有一个线呢，就是玩竹东里面的所有摊贩，从头吃到尾，每一家都吃。市场里面的，感觉让我很心动哎，就是有在地人在带路。你可以锁定一下他们的那种网站，锁定你会看到可以报名。对，可以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两道谜题全部都解完了，开心。还不是人家带你解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啊，就是在竹东站。我们刚才已经解谜完毕了，他有给我们自由时间，可以自己去这附近逛逛走走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有约好11点呢，在竹东站集合，继续出发，继续我们的旅行。好酷的小旅行哦。对，等一下感觉应该要吃午餐了吧？11点嘞，肚子饿了、哦。因为听说午餐很好吃哦。我们现在在9站头站。你看他这很帅哎！我们刚才那个火车这样开过来之后啊，他们会等我们人先过去，这里有阶梯，要走过去之后，他看到我们人都走了，他才会开走。就是来到这里看到各式各样的火车，然后还知道他的一些小小秘辛，还有一些什么车子上不是有一个发电的东西吗？对啊。然后甚至是有电勿碰，结果呢，里面其实不是电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好讨人厌哦！真的耶，好烦哦。我刚才不是有提到吗？我们刚才如果下车之后，我们是要直接走这个路线，直接到站外嘛。刚才我们这里的导览员他说，这里有点算是全台湾独一无二，可以在我们铁轨上面拍照的一个场所，是不会被罚钱的。大家还是拍完就赶快走了，然后马上收到那个检举的单子。有可能，大家不要、哦。那在九汕头的这一站呢、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雅尼。刚才呢，我们的导览员跟我们说，在这里的居民啊，几乎有一半的人以上都是在这里工作过的哦。我们真的要来吃午餐了，享食板食哦，享午板食哦，抱歉。我们午餐已经来了，午餐超级丰盛的，从一开始的有享午板食风味餐盒，那里面餐盒的内容其实也很多，我已经吃了快没了，而且它里面呢是我最喜欢吃的紫米，还有一些青菜等等，就是营养均衡。我们每个到一个车站，就是它有规定我们有到指定的车站下车嘛，那我们下了之后会开始逛整个城市，然后就会带你有一种深度的导览，就是告诉你一些这个车站的一些比较冷门的人文风景这样子。没错，那我们除了有这个便当之外啊，还有水板，水板的话有分甜的和咸的，这个是甜的，但我比较喜欢吃咸的。你喜欢吃咸的、我这里是咸的。对啊。然后这里呢还有我们的汤品，今天是苦瓜汤品，另外呢还有洛神芳香万寿菊茶，最后甜点呢竟然是农家芭蕉。我刚刚看他的那个说明书，他写说这个是再来米的米浆，因为大家可能会以为它是蛙桂，我觉得它的味道比较淡，它更水嫩。然后老板娘刚刚说，很多人都会来这里买，买完之后去旁边的合体散步野餐这样子。我们来到阿公的店，我们导览员他一到这里就说：“阿公，我们来了。”刚才已经到了，对呀、啊，好像都蛮便宜的哦，6×15块是怎么回事？跟我国小外面的那个阿公卖的一模一样，阿公的味道，希望这种店都一直永留存。这才15块，好便宜哦！我们这团啊，全部总共买了9杯、10杯、11杯、12杯，355，超便宜的。12杯饮料355，你敢信？而且都是这种 size 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继续赶火车了。还要去哪里？跟着走就对了。这一瓶呢是总理工，然后另一个呢要算英文数字。你要自己去看富贵站的英文，对，你才能算得出来。然后那我们剩一关了耶。对，每种解法都不一样。代表我们今天的任务快结束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内湾车站了。原来是从这里出来哦。其实我们蛮常来这边，对不对？以前都是自己开车，然后看着人家坐这个火车。对。没想到今天我自己来到这里耶。我现在在内湾的吊桥上面。我上次要找你走这个吊桥，你只说不要不要，我会怕。啊，我现在怎么在上面？因为我们现在在解谜。它这里地板有一个是硬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不用怕。所以你要在这里一直待着？应该不可能吧？对嘛？只是我怕人太多上去，这个会晃，不安全。
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题目还不错，因为他会让你要从头走到尾你才可以上完。他如果呢是说某一个柱子中间有什么东西的话，哦，我怎么找到就走了。对，现在必须全部走完，而且你走完还要走回来可以再验算一次哦。对对，好贴心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在内湾国小了。我觉得这个国小其实长得蛮漂亮的，这算是最后一个谜题了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收导览器，等一下呢好像还会有一个活动，是让我自己还蛮期待的。大家现在在这个树下休息，我觉得大家刚刚走的有点累了。目前他们的安排就是很刚好，就是在你这样很累的时候就坐火车，然后很累的时候就开始来凉的地方休息，这样真的，而且都不用动脑啊，唯一就是很早起，对你来说。IRE 他正在努力中，但是他的英文不太好，所以他有点卡关啊。像你小时候学好英文不学？全部的谜题解完之后，你会获得一个勋章。你看这个勋章是男生，因为我抽到的角色是男生的。对，东海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好好进行最后一样体验，压轴好戏。谜题已经到这边结束了，等一下就是开始要。现在来到最后一个行程，就是卷印。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笔袋啊，还是一个挂旗。那我们最后选择了笔袋，我们笔袋可以选颜色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卷印的图案啊，还有上面印的颜色也都可以全部自己刻制化。这个也是包含在行程里面，都是不用额外加价的，超划算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体验。你要做自己的包包了。对，我今天我想要印的是火车图案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是铁道之旅。那我们现在是要用这个板子，然后它火车的形状是透明的，那我们必须要这样盖在我们的袋子上面，然后可以选择上面或下面。对，现在就用这个板子之后涂你想要的颜料画过去，它就印上去了。这样很简单，等一下我们试试看。算了，隔壁那个，对不对？超厉害的，该你该你，别那惨，压力很大。好可爱哦，很坚强，可爱，很可爱。去那边把它吹干了，好。里面那个要拿出来。好，换你。一次就成功。瞧你骄傲的脸。是不是？好可爱，对不对？你看别人在点，不错不错。对啊，我连这个月亮都有哎。好厉害哦，你好厉害哦，你好棒哦，你最厉害了。超级可爱的，我很喜欢哎，我很喜欢。我的火车，它换的是外星球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再去搭火车回到我们原本的目的地。哇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哎，很充实哎。我们现在是3:04，那你这样子一整天，我又不会到太晚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而且我们目前都是觉得还蛮舒适，就团员都很好相处，还蛮棒的。这个我觉得蛮推的，行程很赞啊。就是可以叫我爸妈，如果放假的时候就来报名、這個。为什么什么行程都要叫你爸妈？不是办，可以把你爸妈搞了吗？他们在家也都在看电视啊。出来交朋友，给他爆人家料。这个画面也太帅了吧！我们现在吃下午茶，有花生和芝麻口味的麻薯，而且今天天气很好哎。对，今天的天气刚好那种不冷也不热，然后那种太阳晒的是很舒服的。对，而且大家走路的步调都是很缓慢，感觉非常融入在这个旅行当中了。对啊，离开都市的感觉，手工麻薯，赞赞。我们刚才已经从我们后面的好客好品希望工厂出来了，它里面其实有蛮多东西的，下午茶、刚才的卷印，然后它还有儿童游戏区。那另外呢，如果大家想要看漫画的话，那边有无限让你看到宝的漫画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好像已经差不多结束了，我们要回去坐火车了。对，等一下搭火车的时候呢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后的心得。收拾书包回家去了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的旅游已经告一段落了。好玩欸，而且呢，今天的行程一整个就是有放松到，但是又有学习到知识，然后你还有运动到。对，而且呢，我们通常啊来到内湾，通常就是只有去内湾老街。对啊，没有想到它竟然可以做那么深度的旅游，就感觉你是更 chill 了一点。对，就不再只是开着车到一个定点，但我们现在是坐着车，然后好几个站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子。而且呢，我们刚才还有跟他们稍微聊天，他们呢就是希望用在地人的方式带领大家去逛这个城市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这个行程的话呢，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，对，我们会放连结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在下面点击，然后去看一下你们有哪个行程是自己喜欢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行程呢是觉得还蛮爱的哦。好玩好玩，下次再报名别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是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那也很感谢岛内旅游的邀请。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